下来呢，就要呢马上呢为你们呢隆重的介绍我们第二位要出场的艺人。那这位艺人呢，今天呢也是盛装的打扮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蔡桃贵的妹妹蔡秀文。哎呦，其实变成蔡桃贵的名字，你姓蔡吗？对不对？那姓蔡，我没有朋友，我只有一个表弟，那他姓蔡，然后就是蔡桃贵了，他的名字。来，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好朋友们打招呼来咧。很高兴能来到我们的此地，也在这里向我们在场的各位大哥大姐们、阿公阿妈们，还有我们在座的理事朋友们，晚间好，步步高升，万事如意，财源广进，红利打给发大财。发大财，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呢，哎，这样放眼望去哦，也是很多位呢，都是呢非常非常支持我们歌台文化的一些姐姐啦、阿姨啦。那有一些比较陌生的脸孔，应该就是居住在这边附近的一些居民好朋友们哈，谢谢你们。那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蔡秀文，那他呢，这个呢，是学这个头发的，对不对？对对对。对，以后有梦想要开这个发廊吗？其实没有。为什么？学学可以啊，学学就要学以致用嘛，对不对？你要给我试一下你的头发。外头啊，会使啊，你会使给我夹看麦啊？啊，我叫你去夹头毛的。夹到我真贵啊！多少？你贵啊！夹到我悄悄你去薅出来，18块啊！我18块够贵哦，18块真贵耶！一片麦你啷夹几蕊？3块8。我靠翠秋，我要靠翠秋。我靠 A 块呐！我全部都是 one set 啊！这道知道我靠我这种。3块8啊！哇，不要，但是我无吹球啊，你看不是无花啊。眉毛眉毛。你剪头发都多少钱？30多。哇，不要！你是有钱人呐、啊！18元，我一次20块哦。你看，嘟嘟你，嘟嘟你，你看。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要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来，这首比较轻快的这首演唱会。演唱会。对。这首歌曲呢，现在在歌台上也是算的，非常非常的火红的一首歌曲哈、那你有穿插那个英文歌？有一首比较主曲的。还穿插了一首英文歌曲，比较呢rock 的一首歌，叫做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所以我们一同来欣赏这一首吧。我们有孟加拉的朋友 ，Our friend 孟加拉是什么？啊？什么？哦，我听到孟加拉。孟加拉。哦，孟加拉。做一个 English song for you， OK？ 那大家一起 enjoy。来，我们欣赏这一首演唱会主曲，掌声鼓励欢迎。谢谢。来，这首比较轻快节奏的这一首演唱会。H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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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我 loving you， 请给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曲。也非常感谢我们今晚辛苦伴奏的白鸽鼓乐队老师们，以及我们非常棒的音响，还有我们今晚的重金礼品——我们的立式舞台秀。谢谢，在这里祝我们在场的朋友们平平安安，万事都如意。送上了这首比较轻快的节奏哈，继续安排这首是一首福建歌曲，这首也是很久没有唱的这首福建歌，这首《用生命所爱的人》，请我们在座喜欢听福建歌曲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中文，你看我在那边色眯眯的笑，为什么？哦，很久没有人唱了，因为该唱的都已经上去了的。好，送上这首《用生命所爱的人》，可是今晚我不会上去哦。这首也是一首比较轻快的这首福建歌曲，这首高西丽就在在你听就在。好，谢谢我们片堂班的乐队老师。放下啊，哦，还有 techno 的高西丽就在，已经很快了嘞，还有 techno 啊，老师他们要 techno 了。哎，这首高西丽
这个进步呢算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啦，所以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继续的多多的支持我们的秀文，好不好？投他一票。什么安卓睡安卓六兴趣做 Aircon Man 哈是安卓他讲话想讲他我睡个罗千奇耶这样也有问的打乱讲我不相信也碰镜来看还真的哦，我们的这个秀文的身上，真的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他，谢谢。